行，好，行，就这意思啊。哎，这掉了。刚才你们怎么这么多？就这么多呀。来，老千块，该到了。还能升？能升，十米，十米，十米。不行了，真不行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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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！我们觉得不公平，我们头一个试水没找着拿杯的技巧呢，来个赛点呀！导演，他们有说不公平的，我想啊，一个队派一个，拿着水杯，最后决胜那剩那水，那厉害了，好不好？我非常同意。好，那我们队我派我师傅，他得是一样身份，要是你大爷上我就上。好，我师傅要上，我是裁判，我帮您拿这个，帮是拿不成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你出一孩子，这边出一孩子，你这边出一老头，我也得上。这你别让你师傅上，因为我也是裁判，我也上不了。这波呢，你的队呢，我觉得你让老秦上。对，行啊。轮那队呢？大南。轮那队呢？你们哥俩上。好。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一点事儿都没有，没什么意思。你再来一回吗？不错。我给你出个招儿，你啊，就是因为你不是满的吗？满，你上来你先别让那么满，然后容易洒，那个存嘴里。这俩不在乎就不好玩了。嗯，大南，你别上了，你们这让饼上吧。这让饼上。不上不上不上。对不对？我行啊。对。你跟我俩孩子，我俩孩子，你这怎么？我爸还俩孩子呢。那这么着，俩孩子的上，行不行？那就是我给你拿呀，来吧。咱一人仨上，我不上，不上。他上行，他没孩子。他们家也俩，没有牵挂。他们家也俩孩子，没有孩子。啊，不是这不都当吗？你那大褂还要吗？你也穿不了。这怎么就开始继承了？好家伙！拿瓶水，对。什么玩意儿？借这么多杯啊？不用吧，没事，不用那么借。行，好，行，就这意思啊。哎，这掉了。哎，行，就这意思啊，是吧？这回咱就重新起跑线，是吧？我就这么拿，是不是稍微好一点？这样吗？雪儿，我跟你说，你把它喝了，然后一会儿下来再吐出来。我琢磨也是这样的，一点都不洒。我这踏实。安全点。谁是咱们老秦？你是我们队的哈。嗯，好，好老秦，好样的。哎，别，这水干净不干净你也不知道，还真是。老秦，决胜就在你这局了。哎，你再不喝，没机会喝了，上去够不着了。不是，喝点管。有啥好处呢？那第一下撒的少，这个好玩了。你们都留神吧，看你们一脸。多给点吧，确实太高了。这是十米吗？这八米。十米。还能升吗？还能升吗？还能升，还能升，能升十米。不行了，真不行，不行！别！好了，这俩谁也保不住，你看着吧。不行！我不行，这别！不行！我不行，这别！开始啊！等，别！王子龙说开始啊，点头不行，人听不见。别，你别说话，开始。别！哎，别，我这开始。哦，
你吐我一脸，你知道吗？于老师，我太爱看了，还能再表演一回吗？你有迎风吐的吗？一点没糟践呀！我撒一半，太吓人了，他这份这太吓人了，大男的没了啊！大男的没了，完了，我们输了。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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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。这在下面的感觉跟在上面的感觉是不一样哈，多新鲜！刚才你们的，刚才你们怎么这么多？就这么多呀！来，老钱，快，该到了。别往里倒了，不用往里倒了。倒了吗？不用倒，我这还是倒吧，大爷。别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那个肯定明显的，这一看。我敬你呗，璇儿来。就是璇儿那队，那你们队最终就是获胜了。获胜了，行。哎，我们输了。啊，梦梦这队今天获胜了。那咱们刚才说，获胜的这个队。我们要给一个加成券，哎，将来这个在提成券里边加一成，好吗？这个谢谢梦梦，太开心了，孩子，高兴啊！喜欢这项目是吧？嗯，好，好，好。那个，这个项目结束了，最终呢，就看您跟大林啊，就是说玩的高兴不高兴。然后呢，您先别说，各自把高兴不高兴写在。